傳統嘅草藥早就流傳喺民間，今日有咗生物科技，草藥可以提煉得更精髓，隨時隨地為健康加分。草藥新科技，健康真醫時，信醫時，健康易。傳統嘅草藥早就流傳喺民間，今日有咗生物科技，草藥可以提煉得更精髓，隨時隨地為健康加分。草藥新科技，健康真醫時，信醫時，健康易。